太近了，我覺得。但係你隻手冇舉到咁嗱，咁樣都係會卡咗個頭。證書幾興奮！哇哦，我畢業證書，都嚟睇下我呢個，呢個係成績單，成績單就唔細睇啦。睇呢個畢業證書，呢個有寫食香卡信。哦，原來係已經透露咗我嘅成績。唔講。读这个课程没有任何感觉，就这样读完了，进入人生的新一个阶段，进入社会，做社畜的事情，接受社会的毒打。我们要拍一个跟这个毕业证书拍一个相。我哋嚟哈斯咧买奶茶饮，摩茨摩茨，呢度仲系未恢复啊，冇咩人，冇平时咁热闹。新加坡就快国庆节，所以周围都有呢啲国旗。开得好好，呢个大乐福，网红嘅咖啡店，其中一间分店就喺呢度。摩茨摩茨到啦，耶！号码，跟住买完之后咧，嗰度就有一个显示号码机，等攞奶茶。呢个周杰伦奶茶。行咗十几分钟，原来呢个人一路系陪我嚟，原来佢系唔要点奶茶嘅。多好啊，这个人耶，讲呢啲得了。我攞到了。我哋而家要去找草根书店晋江会馆。咦，到咗啦！全新加坡最靓嘅祖屋。哇，有啲咁嘅地方，炎黄文化研习会。我快就累了。今天的行程，今天才出来半天。